哎，媳妇儿，这大早起的，把妆化的这么俊干什么？难道他？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难道是？这败家娘们儿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荒山野岭的。媳妇儿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大清早的上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这儿有事儿啊。有事儿？有什么事儿？俺这荒山野岭的，打扮这么漂亮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跟踪我来的？对呀，我就跟踪你哪么地了？我不跟踪你，我找你是这样的人？我什么样的人了？平时对你挺好的，没想到背地里做这样的事儿。你往你花的啊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花这么个俊妆来？啊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来来来，你跟我来来。哎呀，上哪来呀？我给你变个人出来哈。妈！炸！啊！闺女，你来啦！妈，小兰帮你干活来了。哎呀，那感情好啊！你这过来找妈？你以为呢？可是我不记得咱家有地吗？大哥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干过活吗？妈。我给你买的水果，香蕉，你先吃根香蕉，谢谢。好，闺女。还有面包、火腿肠，我昨天晚上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嗯，闺女，这香蕉真甜，甜吧？嗯。哎，吃火腿肠。好，行行。小兰啊，你慢慢的干哈，家里这十亩地的苞米全靠。加油！你说我这吐丝吗？我在炕头上躺着睡觉，他不想吗？非得跟他来。哎呀，这十亩地的苞米啊，我得给他剥下来，还得给他扛回去，还得给他晒干他。我这想想我就，哎呀！